答应每天都陪学妹压操场。鉴于你最近的变态性格，我怎么就变态了？就变态，把你每天都陪我压操场。今天米露的状态不太好，感觉你今天蛮累的啊。怎么了？今天的精神力度有点大了吗？来，在这坐会儿。就在我想着要不要让他早点回去休息的时候，那你今天要不要早点啊？他刚刚好像要靠我肩上。今天业主没有人他俩。就在我懊恼自己刚刚打断了他时，幸运女神再次降临。我很紧张，第一次有女生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就在我想记录这一瞬间时，那个，是他啦？我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给我花露水。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怎么啦？害羞啦？我害羞什么？我的天哪！心脏已经紧张的不行了。我的脑子已经傻了，哪个大学生顶得住啊？你还真敢摸呀！我操！